我左上了，我悲伤，又悲伤又累。可能快乐太快乐，痛苦总是永远无常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非常想要离开人群。我觉得自己被困在自己的身体和我的角色里面了。我当时觉得我面对不了外界的时候，我就只收回来面对我自己。这也就是我关起来做这张专辑的这段时间。我想要搞清楚我是谁，我想要疗愈自己。从头开始吧，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虚构和想象的人。我的形状是跟着心随时在变化的。我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？我是漫步而来的。现在就进入一个人间。天空湖面树叶到处都是镜子，哈哈，甚至素颜美女不用化，没有音乐放过了广告牌文，出生一定是世界需要我，心思阅读的凌晨时间是我的，白天我想消失我就会消失的，高追犯傻，顾虑害怕，倒影的灵魂和美，肉体开始落灰，看着没金色。我写的方向盘左，出生一定是世界需要我，心思阅读的凌晨时间是我的，白天我想消失我就会消失的，高追犯傻，顾虑害怕，倒影的灵魂和美，肉体开始落灰，看着没金色，好想一个人会百岁，好想有个人走到天黑，我想来想去会结尾，假装贴着地想想如了迷，想想如了迷，想想如了迷，想想如了迷。一颗精子和卵子融合在一起，然后我在医院出生了。谢谢妈妈，妈妈辛苦了。然后我看了看自己的下体，啊，
是两瓣花朵，我是个女的。腿露了出来，怂恿要走过来，谁让你长这么好看，所以千万不以为不以为然。当我生出来，我爸爸爱上弹吉吉和的妈妈，的妈妈把出家当是筹码，钱一抹花一抹花一抹花。地下住巨大好丰盛的巨大树木都善意，但别放松警惕，现在是一世纪有人我的压抑得治病，我可以为你生育是穿上你最爱长裙，那些消耗你的人像你变蚂蚁蚂蚁，他们利用你的母性，妈咪妈咪，老话里那些名利在我这里都不成立，有些规划你真的听不得，信自己才是最最重要的。妈妈的爱在厨房切菜，外婆正在太阳下面晒，哎，给我爸爸打通电话，他说他回不来，哎，我可以为你生育是穿上你最爱长裙，想和你的人像你变蚂蚁蚂蚁，他们利用你的母性，妈咪妈咪，哼。好朋友范范跟我说，他说他在一个很美的地方和非常喜欢的人，他幸福的想在这一刻死掉，但是他非常痛苦，我特别理解他这种痛苦。越美的时刻你就越觉得无法永恒，你就越觉得要失去，我就回他说，那就狠狠地在这个世界上活，把几辈子压缩成一辈子来活着。这句话我也想和自己说，我要在这个世界上狠狠地感受，因为我很幸运有一个可以表达的出口。被打湿的木房子里，窗开着，绿色漫进你的双眼，也漫进我的双眼，渐渐把我们的房子
为什么我的孤独是一百年呢？因为除了对于自己热爱的事情孤注一掷的孤独，还有当一个作者的孤独，有一个作者不被理解的孤独，还有一个人本身的孤独，所以就是多重孤独加起来就是有一百年那么长。有点累了，我突然想躺着。房子有点破了，要不然烧了算了。颁奖典礼错过，错过了就错过了。对，这次再不背着重重的壳。我不看消息，我不回消息，怕影响到我心情。站着
好像有个我不看消息，我不回消息，怕影响到我心情。我自我沉溺，我自我沉浸，我又被自己神经。一百年过去，长了一段绿叶，头发一千米，用了一支笔写的日记，然后跟笔再见再见。就是我的音乐是用最真实的想法去表达，但我发现很少人会是跟你在想同一样东西，或者是在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。然后但是作为一个作者，他难免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期盼和遐想。就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原来就是我这么孤独。我当然会失望，因为我在做这张专辑的两年内，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回避的状态。我并不是要向外去面对的状态，我觉得我是把自己封闭起来，然后建造了自己的一个小世界的状态。当我面对不了外界的时候，我会收回来，只面对我自己，这就是我安慰自己的一个方式。黑发里的白头发现了他的朋友，红色沙发里头有只灰色的小狗。世界那么多那么多颜色，喜欢了不多，喜欢的太难得，喜欢了不适合，找到了怎么舍得丢掉呢？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you
就不管我的现实情况是如何，但是在我记忆中好像痛苦它就是更长的。人好像就是比较容易去记住这种不好的感受。我觉得不能把它定义成是负面的，只能说它是开心快乐的另一面。所以总的来说，我是一个比较就是对痛苦的记忆会更高的一个人，对快乐的记忆会更低一点点的人，就我本身是这样。我不想把它看作是一个负担，而我想去把它看作是我作为人类的一个礼物去接受它。所以我之后我痛苦的时候或者是快乐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都是接受它，并且是沉溺在里面的。就是我喜欢沉溺在我所处在的任何情绪，而且我不会反抗它。心是飘荒的，你不会想去住，已经是我的大脑，好让阳光找不到，有座山来到我背上，我又悲伤又累，可惜快乐太快乐，痛苦总是又慢又长。我记得一些美好，像光亮在寒假，可惜快乐太快乐，痛苦总是又慢又长又慢又长。他来了，好把握住核桃。他来了，
就是我前几天在景德镇，然后走的那一天突然下起了巨大巨大的雨，然后我就在去回去的路程中被不同的三个人，我不认识的人，他们都撑起自己的伞帮我挡雨。所以我觉得好像生活中就是被这种特别微小的事情而点亮，我们被人给困扰和困惑着，但同时我们也被人温暖和被善意包裹着。心窗外下的雨，我就在门外这样守着你。
睡觉，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有烦心事，今天晚上先好好睡个觉，然后起来再说。睡觉非常重要。有很多人都会希望你能现实一点，而我在努力的事情是不让内部和外部世界完全脱轨，要照顾好自己的内心。你的内部停止了，那外部世界就更不重要了。现在我睡着了，然后我开始做梦了。事情之后，然后成为一个心理空空的人。他铺满我的天空。